怎么了？我不是已经给你打了1000万了吗？你得给我一点时间。这是1亿，搁在谁那也不是一个小数。别再哭穷了，尹宗安和套走的可不是1亿呀。那些钱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刘广昭，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别再考验我的耐心。大后天晚上0点，我等你回话。许攸宁，别欺人太甚。我找不到你，我还找不到阮真真吗？想想。阮真真那儿你尽管下手，我等着。喂，小秋啊，帮我查一个号码，看看是从哪里打过来的。8543-9275。对，马上啊。这次是红外医院康复中心那边的座机，盯梢的人说陆阳今天下午一直在康复中心做康复来着，期间去趟厕所，正好是打电话的时间。这真的是肆无忌惮了呀。怎么了？刚收到的。又是匿名短信。怎么了？还挺白。